MIDI 档，它是一个音乐档，也是这样复制，贴到哪里呢？贴到 Music。那还有其他的这个文字档，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呢，再请你把它怎么样，全选贴过去就好了。那按部这样，按部就班，就可以把一个网站做出来了。OK， 好，那图档里面还有考那个要合成的吧？反正你就把合成的那个流程大家看一下。那就开启那个我给你们的那个软体啊、哦，那软体的话是 Photo Impact 7，我考试可能会是10或者是12啦哈、哦。那但是基本上差异性不会太大。如果说可以的话，你们也在找那个看有没有电脑里面有10或11、12的版本，然后再练习一下。哦，那我给各位的 Photo Impact 7哈、哦，记得直接执行什么这个。IEDIT 它也是不用安装的、哦、它的好处是这样的。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，比如说像这一题、哦、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它这边要一个叫什么，把那个比如说做这边有做几个图了吗，把这两张图呢变成这样子，会很难吗？非常简单，这两张合成，我们要合成的话呢非常简单，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、哦、比如说我把这两张图是校长、哦、他给我们的题目里面是什么呢，这一张是0102 0104，存成什么0106、哦、2跟4，所以呢要怎么样把它放进去呢，2跟4放进去的话，教各位一个方法，拖拉放开就好了、哦、也不用开启，或者用开启也可以。如果要把这个校长放过来的话，这个请你用选取工具啦、哦，那有很多方法啦，你可以用那个就是用什么呢，用套索工具慢慢选，好，然后慢慢选，然后这边的话呢可以贴齐边缘，看你要不要贴齐啊，如果没有贴齐啊，可能会跟狗啃的一样，好，那但是你家不要太夸张啦，反正就是慢慢选，可是这样选啊其实有一点慢啊，好，当然有更快的方法啊，把它选起来，那选起来之后的话呢，再把它移过去哈、啊，就 OK 了。那我只是选个大概，这个跟熟练度有关系，而且你可能还可以配合什么呢？加号，加号是什么？放大，哦，放大，减号就缩小，哦，这样大概一下就好了哈、啊。不然的话，真的要花很多时间的哈、啊。这个要做得很细哈、啊，就是很花时间的。那最后这边底下的话、啊，大概一下就好，让它贴齐哈、啊，不要。像狗啃的那么严重就好了、哦、就是 有一个大概就可以了、哦、OK 好，然后就回到边边的，好，把它绕过来，